可是沙姐，今天我要教你们这首歌真的甜度超标，来自于汪苏泷非常非常经典又好听的一首歌，有点甜。那这首歌其实早在几年前沙姐就已经在网上翻唱过了，但是最近在看《青春有你二》，我看一下这个画面，我已经同步播放了34次。约定过一起过下个周末，你的小小情绪对我来说，好甜哦，好甜哦，他们俩刚刚这首歌非常适合用尤克里里来弹唱，今天就跟着莎姐一起来学习这首甜度爆表的有点甜。是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，是你让我每天想要为你写一首情歌，用最浪漫的副歌你也轻轻的附和，于是坚定着我们的选择。这首歌用到了五个非常非常经典的和弦，我们来看一下，第一个是 C 和弦，第二个 AM， 第三个 F， 第四个 G， 第五个 AM， 这五大金刚和弦是尤克里里必会和弦，大家一定要练熟哦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学一下右手节奏型，是一个很好听有一点点难度的切音节奏型，我先示范一下，下切上，上切上，下的时候呢用你食指外侧的指甲扫在指板尾部这个地方，下，上的时候用你大拇指外侧的指甲上，然后下切，切的这个音呢就是用你大鱼际这个位置，就是你手的这个地方，这个肉下扫的过程中迅速给它扣住，给它扣住，就是把它给止住，不让它发出这个声音，这个就是切音的声音。那连起来是下切上，上切上，是这个声音。那我们在扫弦的时候注意是我们的手腕要灵活一点，那很多同学在扫的时候经常用小臂这样很僵硬的去扫，我们来想象一下扫弦的时候是像伸扇子一样这个手腕的感觉。因为莎姐教这首歌选用的是 C 调，所以女生唱有一点点低，我用了这个变调夹是升调的作用，把它加在一品品丝的这个位置。那现在这里就变成了一品，这里就变成了二品，依次往下数。好，第一句，摘一颗苹果等你从门前经过，摘一颗的颗是 C 和弦，我们按好 C 和弦，右手是下接上，上接上，摘一颗苹果等你从门前的门是 G， 门前经过，下接上，上接上，下接上，上接上，然后连起来，摘一颗苹果等你从门前经过，送到你是 AM， 你的手中帮你解渴的时候 AM， 渴想夏天是 F， 甜的可乐想冬天变成 AM，甜的可可，你是对对对对的时间 F， 对的时间对的角色的时候是 G， 色，这是左手一个和弦，右手下接上，上接上一遍，然后我们连起来，摘一个苹果等你从门前经过，送到你的手中帮你解渴，想夏天的可乐想冬天的可可，你是对的时间对的角色。第二段主歌呢和第一段是一模一样的，莎姐就不细讲了，给大家示范一下，已经约定过一起过下个周末，你的小小情绪对我来说，我也不知为何伤口还没愈合，你就这样闯进我的心窝，然后就该副歌部分了，是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，让是 C 和弦还是下切上，上切上，是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着 G， 开出花一朵，是你让我的让 AM， 当我想要每天为你写着 AM， 写一首情歌用最浪漫的浪着 F， 浪漫的浮，这个地方要讲一下，这两句呢不是下接上，上接上了，是下接上，下接上，是这样子的，用最浪漫的浮歌你也轻轻的附和，看到吗，然后连起来，用最浪漫的浮歌你也轻轻的附和，眼神坚定的尖 F 又变成下切上切上了，眼神坚定着我们的选择，哦，是你，然后又下一段，让我的世界从那刻变成粉红色，是你让我的生活层次都需要你配合，爱要这个地方也是精心来雕刻，这个地方也是下切上，爱要精心来雕刻，我是米开朗基罗，下切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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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刻画最幸福的风格，然后就结束了。好啦，希望大家可以学会莎姐教的这首超级甜的有点甜，唱给你喜欢的人听哦，希望你们都甜甜蜜蜜的，记得要给莎姐点赞哦。